right now we're feeling pretty upset because of the way the game went. Like, we just throw it really hard the game. We know how to put our pieces together when we do those types of mistakes, and we'll come stronger like next time. So we are confident to play against RNG. Even though we lost, we are coming for them. We know what we have to do, and we will not just wait and let them beat us. Like, Brazil never get through the first stage of the competition, and our team believes that we can do it, and I think people in Brazil believe we can do it, and I just think we must do this.即将来出战 RED 了，都是 R 字辈的，结果是如何呢？前面的钓鱼机已经来了 ，Red 来了，这边你两个，但我三个，并往上面滑，但他因为没有带鬼，没有带鬼步闪现，直接手杀给到达瑞文，技能留好就可以了，在下半部又打起来了，他的好痛哦，明被砍了两下，必须交闪现，虚弱下在了他的脸上。这里直接晨间饮水500cc， 哦，晨间就500cc 吗？开喝，开喝，喝完之后还要记录呢。没错，哇，上半部也是打了起来，兵输人不输阵。这波兵线虽然是被推的，但卡了一个位置，让对面的小兵其实没有打，最后是一个往前的捡，搭上这个点燃的压力，兵的一个宰制力还是有。哦，哎，有人走进来嘞，摸在草丛里面，是不是人？这里直接抢，重击。一九十八，威的红 buff 拿了，威只能交闪，这开局不一样了。哇哟 ，RED 很有机会哎。是，镜像的威尔哥在对面家里面开始要刷野喽。哇，上半部的话，小五直接跑过来，原来不是刷野，威跟着小五直接上半部要做夹击，掠食者的效果很好。龟狗则往左边跑，但他准备被零捡。完了，这个警官跑不掉，龟狗要直接被正面的小五给击杀之后，直接鞋子 CD 鞋上手，而在下半部竟然勾到点燃下去，一刀两刀三刀送你回去，但另外一边的嘎啦也要一拼，直接闪现进草丛，但他能 S 吗？没问题，将对面的达人也给带走，拿下人头，同时要开始自己的逃亡时刻，绕圈圈时间，往左边走，带一个勾过来，他直接拉掉了。看他这个是盲视野一走的吗？感觉。但闪现拍直接拍死，要持平，随时都是他支援的机会啊，威哥都是救不了的。这里是直接进草，然后勾了这个纳米，但这个就必死了，因为毕竟勾到挂点燃就死了。是，这里先拍第一下，然后哦，对他没有被动，这里对，刚刚敲了一下，等后面应该差不多。一被动有了，哇，他这里是直接盲视也躲掉了，不过这里还想死。有点贪，就你其实有点贪，他其实可以回的。一波跑线之后 ，Red 现在是不太舒服的。来看一下，遭到一波绝野嘎啦，直接往 Titan 身上招呼，电到后面了。达瑞文这里是完全承受不住了，这是一个下路的一个阴暗蹲点，在上半部又再次打起来，闪现的反击风暴 ，Grigo 准备打，这是加里奥，没想到是小五的赶到，让 Grigo 非常的尴尬，嘲讽控制住，让兵顺利的拿下人头。不过在下半部也准备打起来，这个勾看起来是没有勾到人的，勾到墙的同时，九九就要倒地，捡魂，这毒蛇还在脸色，悟空撑不住了，即使交了一个技能，想往右边走，达人在前面直接是把威尔哥给砍死了，但后面闪现过来要换，技能跑不掉，嘎啦，开花了，看一下这，再看一下，这波最主要就是有加里欧啊，加里欧就是。会直接让这个边线好像是一打一变成二打一啊！就像在右边那个河道，你看 RED 的视野住的有多少？他家里又绕了一个你没有看到的位置，他是绕正上方啊，感觉 RED 的个性是有机会在你推塔的时候过来打你一波的。是哇，但这里狂风之力直接贴脸上，利用纳米的加速大师的屠戮，正面直接击杀。啊，你就不会让你这样予取予求的、啊。而且中路的位置又来了一个加里欧，来自小五跟着兵，隔着立场在远方的一个刺针，直接带走了 Griffithor。那这里还在蹲点，这里是反身的进攻，来自了 ID， 敢吗？两个人的等待，等了许久，最后准备一起上前，瑞哥被发现了，这里的意识安居，直接抓到。那九九只能回头，人头要给到威，而在下路也打起来。
各后面是有加利欧的哦，这随便打起来就要直接起飞了。现在随时都在打架，怎么有人在反野？有人反野？啊，露西恩，这嘎啦跑去反别人的野了。小五直接闪现炒两个，被给我闪给闪到，但还是有个永寒之窗直接定住。后面威尔哥一个破心斩，斩掉了对口。我现在来到了下一波上半部的野区，一扫就扫到，但悟空还是被正面的击中了。瞬间，我的悟空变成了别人的悟空。威一个分身准备向前的抵近，打了一套。威一个飞出来，然后加一个精灵之本。哇，直接扫你一套了！狂风之力往前，快要直接击杀喽。是有机会换人头的。哦，开始找人了吗？那就是勾，但没勾到，被海浪反打，舅舅必须交闪。这里是直接冲进来的嘎啦，搭上了后面纳米的加速，顺势直接带走辅助。自己的控制非常好。现在冰海洋继续的进攻，殊不知草丛里面竟然有人。这里 RED 有机会来秀一波吗？玉忍在向前推进的时候，悟空开转了，被抓到了冰反身的一个回大，他本身的伤害并不足够做压制。哇，混沌风暴直接拆了一个，你可能过强预判位。还有海克斯闪现，冰倒地了。但 RNG 小龙也是要拿到了，另外一边想进攻吗？一等走过来的同时就直接被打残，后续位置二打三，这么疯狂的吗？闪现开始收割，嘎啦停不下来了。后面位置是悟空坐车赶到，有着车子的情况下搭上一个 TP， 终于杀中掉了嘎啦。不过后面小虎来了，跟闪现的威已经发疯了，闪现过去直接草死，把悟空给带走。经济一直卡在六千块，来看一下，这是嘎啦。一个吃蟾蜍所发生的惨案，但他这里强拼伤害真的好高，所以就是你往前他直接挂一技能，然后帝王命令这样缓速连套框到往前就变形啪啪就死了，他这个勾还能躲掉了，而且小这个感觉不知道是 OB bug， 他在那个万有引力装置完全就外面被晕住了，怪怪的。那没事，另外一边兄弟来了，威这个闪现是真的很凶啊，来了，中下的游九级战开始了，海浪过了绕背往前，永寒之窗定到小虎，直接定两个，让嘎啦可以稳稳的收头。在另外一边，这个状态不是很好的龟狗，要打已经回补过的冰吗？冰这里看起来有机会一打二的，云他没魔哎、欸，是没魔了，温的风暴炸，但反面冰给截止，冰打掉第一个人头，准备往第二个追击，但还好万有引力装置控死了冰。将人头给做到了交换，但 RNG 的兄弟又来了，了是谁？谁杀了冰 ？RNG 的人来了，嘎啦狂风之力直接带走，四军应该要大卖的。那这里下半部，下一波的分身又来了，已经没有支援，但还是继续蹲，但后面也有名，大家再次下路再单挑，上面有八龙，但我下路开 party。这次的支援来了，小虎也到了 ，Griffith 觉得很尴尬，这次的人数我们又比较少了，后面竟然有威，怎么回事？你们这么不爱巴龙吗？威的晕眩要来，闪现躲掉，直接贴近 Griffith， 就又想叫抢，终于敲在威身上，但这里有个惊人，左边位置也打起了一个二打二，嘎啦看起来是有机会，一个死球套到，打了导电连带了后面，贾克斯也没得活，正面看起来三打三在持续往前的 Edge 是想抓下冰弹，冰利用一技能直接滑在路线，拿下激动，他拿下下一个，可能是个夸张。舅舅直接被枪毙，这是一个夸爪，佩塔就在眼前，有闪现，有闪现，已经照到闪现往前，这是来自了嘎啦，佩塔 KO， 哇，可以拼一个佩塔，就为了这一波。我觉得瑞德应该也没想到，我们遇到杜丢笑哎、欸，你知道吗？真的笑哎、欸，啊，怎么？为什么你们不吃巴龙？这里这个灯点，我谁？我疯子！哇，对面人都来了。我觉得这里是明显从河道跟嘎啦汇合哦。其实正面的位置你可以看到 Gravita 的这个精准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躲了这个大绝，所以拖了很多时间。那左边的话是这边嘎啦加上明，一个很漂亮的水球加虚，我先处理掉了那个达瑞文，再往右边来救驾。其实右边 RNG 也都是全员所写啊，这是全员所写，这个精准开得太好了。是往后面开始收割，勾有闪现的火水加速，然后这里往前一有闪现，金球跳到位置往前再滑步，拿下了一个 Penta， 哇哦，这嘎啦真的太可惜了，但他用露西恩先用这一把让大家知道我们没有亚菲利用金克斯的输出，但前期的露西恩可以直接打穿。这里进入蹲点环节，阿俊人看到纳米的一个加速给到了冰冰的一个缓速，直接就卡到了后面，前方的 Griffith 已经没有逃跑的空间，被击杀了，左边是吃了吐露的嘎啦也是带走了 Aegis。那现在他的这个发育期已经有点跟不上了， RNG 利用了团战准备大家一起坐车来，这车子是要一起坐的，来我们就等你一起上车走咯，兄弟情，这是一个兄弟情啊，三郎就没有情分了，跟他抢的都抢得很快，是蓝 buff 又是谁的呢？再走，哎，坐车一起走， OK， 再往前冲， OK， 还有一台。
死神的效果不脏，值得屠戮的反身回扫，双方 AD 大绝伤害差距太多了，技能 Red 都得往后交。韩居上前的一个推进， Red 必须来迎接最后一波的团战，先用技能限制一下小五，但左边的位置韩居先拿掉了第一座塔，先行进攻的是小五，一个长波留住的是中，哎呦，中路吗？没错， Griffith 直接倒地，回身的小五再用大绝直接确推 Red 的成员，后面并直接杀进了塔里面，用自己的大绝打残了两个成员，虽然自己被换掉，但后面的队友也是可以接续的将伤害给他们。又配塔，这是一个 Triple， 又是 Gala， 但这次不给机会， Griggo 直接敲死了 Gala，让这一波的 Penta 无望，不过比赛还是要叫 RNG 去取下。你刚刚 Gala 好像有闪，他如果闪好像叫出来也就会双 Penta、欸、是，但这场比赛准备要结束了，随着 Gala 的 Penta Kill， 我们要恭喜 RNG 在今天的比赛获胜，以3-0结束他们第一轮的赛程。就感觉 RNG